啊，就感然觉后很呢？不能理解。你跟着去吗？从来我没有去过爸妈那吃早点，我就觉得自个儿能解决的事情就自己解决，好，没有晚上必下要班天之天后，去。我们一块儿在父母家吃，吃完午饭饭之后，我也就等于在那儿等着他下班。等到他下班之后，我一块儿吃完晚上饭，我们俩再歇一会儿，再一块儿就回家了。哦，就是你们自己没开火是吧？不开火。那他跟你母亲关系怎么样啊？我跟我妈关系非常好，她就有一个大疙瘩，她在中间，她不起正作用，天天起反作用。您比如说，现在天津的天气嘛，今天可能穿短袖，明天就是穿羽绒服，不知道多穿衣服。她属于那种，少吃一口不够，多吃一口就撑着。衣服呢，多穿一件热着了，少穿一件又薄了，又冻着了。哎，你说这少爷你是从哪儿给他挖出来的，姑娘？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就不住一起的时候，没有领证之前，就根本发现不了他生活中这种习惯。住在一起之后，我才觉得，我这样的婚姻我要怎么继续？哎，你要是出个差啊什么的，做化妆的，有时候在外地接个活什么的。您听我讲啊，主持人，去年我姐结婚嘛，她在长沙买的新房装修什么的，我就自告奋勇，我说我去那。听懂了。